接下来的话，直接进入大屠杀。狂暴芈月是最强边路，没有之一。全网最详细的狂暴芈月之报，一路教学教你上分如何水。这把对线的是边路麻瓜亚莲，学习手二技能买个攻速匕首，预购一手攻速鞋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这家伙肯定出来清兵线，二技能练就小兵吸取攻击力。 敢出来直接打他普通攻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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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技能练就开始狂暴打死了啊！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啊！普通攻击，拿下！当杀！我说过了，那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敢在我狂暴芈月面前抢二级。当他敢出来抢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当杀！一天两天的乐呵乐的，那不知死活。把这个也进拿了，先回来看下对面的这个野怪。 看到对面的红buff没有了，说明什么？对面的典韦它是红开的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在上路可以打得为所欲为。OK， 中上甲在哪？这个时候再回来，你还敢出来呢啊，哥们？还头铁是不是？普通攻击，来啊！普通攻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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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撤一下比较急。还追呢，还追呢！我感觉他后面有人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跑来和我打架。 典韦的话不会来这边杀个回马枪吧？典韦不在，偷偷摸摸把这鞋子换成这个法穿鞋，因为对面做了两个啊魔抗，二技能练就小兵，他躲在草丛里面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真是搞笑。来，开警报，他死了，普通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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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别着急，跳过来，别跳啊，先别着急，这波的话他没有大招，准备杀，杀，杀，来普通攻击，二技能，二技能练住啊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。 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一手大招，大招落地，瞬间秒杀，拿下！一技能跳出塔外，再次当杀！装哦，装哦！啊，典韦过来了，那能杀我吗，臭弟弟 ？OK， 这波的话，一技能往这边，利用这个野怪先把血量吸回来。一天两天的乐呵乐的，不知死活！啊，典韦在我也不怕，大招已经好了，二技能练住，谁敢过来？ 一技能往这边，再把家里面的穿山甲一拿，看到没有？全程都在打架，全程都在发育，这就是我狂暴芈月的节奏。诶，来人啦！干嘛呢，兄弟？又过来针对我了啊！对面的话又屈服在我的淫威之下了，觉得有人过来针对我，我就怕，简直搞笑。来，二技能就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装哦，装哦，来装哦，来呀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。 喜欢装，但是这波的话，他已经到四级了，越不了塔，那怎么办？回来把这野怪给拿了。这臭弟弟，敢过来拿吗，兄弟？你还真敢过来普通攻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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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开大招，二技能，二技能没练住。算这小子跑得快，跑慢一点，腿都给你打断。来，再把对面的，你还敢过来？对面来人了。 那我怕吗，兄弟啊？那我怕吗？先把这个打几给杀了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来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来啊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差一个，算了，差不多得了啊！来抓我呀！一个打两，照样当杀。来，把对面的野区该拿的都拿了，典韦的话马上过来了，那我怕吗？一技能往这边放，典韦呢？不过来那就回来，哎呦，典韦在这，大哥。 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找死呢！找死呢！啊，普通击，普通击，普通击，拿下！哼，抓我狂暴芈月，头都给你拧下来，臭弟弟！来，我看谁还敢过来针对我啊！谁能针对我？哥们又回来了，来多少我杀多少，这就是我狂暴芈月的节奏。这个时候，对面的红 buff 已经刷新，直接过来入侵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哥们的意识贼强。哎呦，我要等一下，哎呀！ 不的话，我过来了，不要担心，把血进攻，过去引诱一下他呀。这都不引诱一下，我来了。二技能练住，练住了，开狂暴，都是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啊！跳过来，普通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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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普通
去。哥们，你意识咋那么好呢？啊？吃血包。算了算了，这波的话，把鞋子偷偷摸摸换成这个抵抗鞋。不要问我为什么啊！长生不老也没用。干嘛呢？啊，贴我们家射手，那能贴吗？臭弟弟，来杀他！
那能切吗？啊，那能切吗？请求集合。碰我不要紧，找死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典韦过来也不用怕，普通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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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杀一通，再跳过来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啊，跑，这回想跑了啊，这回想跑了啊，普通攻击，二技能练住，来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杀！兄弟兄弟，这里还有个快速 Q， 来来来，发起进攻，二技能练住，普通攻击开狂暴，来你杀，我不拿，给你拿，漂亮，直接给队友送一个四杀。一波非常完美的操作，葛纳庄，这一把压左边的兄弟，谢谢你们的信任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跳过来，将里面的红 buff 给我，红 buff 给我兄弟，给我给我给我，我打的我觉得我这个实力应该拿个红 buff 没有任何问题，漂亮漂亮。队友在下路的话，那我们就去这个上路，不要和这个队友同一路就对了。进攻暴君吗？可进攻可不进攻。请求集合。别急别急，我来了。我是我们家这个法师，你一个人，你往前面顶啥呢？发起进攻。发起进攻。二技能练住，没练住没关系，照杀。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来啊！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来杀他！普通攻击拿下。二技能练住。一技能往这边，然后干嘛？跳过来，普通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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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一手大刀再拿下，别着急，对面射手不知死活是吧？啊，臭弟弟！来，中路的话有兵线，乱杀一通，哥们又站起来了，啊！还有人说我菜，哼，我是搞笑，跳过来，别着急，别下被动先。二技能练就小兵先吸一下攻击力，一技能往这边放，然后干嘛啊？跳过来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一手大招把对面技能全部骗出来，杀！装啊？那能装吗？我靠，防御塔有兵线，哎呦我去！快跑！哎呦，又想追我？那能追吗？臭弟弟！对面的话，红 buff 马上刷新，猴哥可以把红 buff 给我吗？获得强化，炮车出镜。我拿这个红 buff 很强的，猴哥不愿意给，好像不愿意的话就算了啊，还是愿意信任我，那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二技能就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开狂暴啊，一手大刀，不用跑啊大哥，猴哥，猴哥跑了，我飘，哇，我照样杀这猴哥，他满血他跑了，气死我了，敲他，让你收割也行吧，再敲他，再敲，再敲，还行，被秒，麻瓜，早点和我一起打嘛，我飘，我一个打三个，照样杀一个，但是这猴哥懦夫。继续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不要慌，别下被动，八成跳过来，队友死了就死了吧，有我在，那没意外。兄弟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普通攻击，二技能练住，没练住没有关系，还能再控吗？普通攻击，开狂暴，普通攻击，金香菜，普通攻击，普二技能练住啊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啊，照杀，想跑那能跑吗？直接溜走了，普通攻击，二技能练住，普通攻击，再拿下，拿下，跑，跑哪去？告诉我。猴哥漂亮，三路的话我们继续拆，一听两听得了喝了的，王杰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中路的话也有兵线，技能不全撤退，怎么说？你们推中我推上，我是在为了风很安，放个一技能吓吓对面。实际上的话，偷偷摸摸摸一下这中路防御塔，二技能练住小兵吸取攻击力。哇靠，这么一推啊，大招清兵也还行，可以了，非常 nice 了。走了走了，感觉这个张飞不是很有必要啊，推不了，咱们其实可以直接走的嘛。开个大招在前面硬扛，队友，他叫我开个大招在硬扛人家伤害，还扛着防御塔的伤害，有点搞笑啊。开始撤退。来啊，普通攻击往后撤一下，把对面的技能骗一骗，然后的话偷偷摸摸把这龙给拿了。来，先杀人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你也得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再杀，装条毛呢你装，跑过来抢龙，那能抢吗？再回来，利用这个红 buff 直接把血量吸回来，漂亮漂亮，感觉要可以一波了呀。OK OK， 一波一波，大招直接赶路。我说怎么走啊？这不一波啊！发起进攻，我对面就剩两个麻瓜，不一波吗？请求集合啊，兄弟！
再找五百英镑怕什么？我上去，对面谁敢挡我呀？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啊！跳过来，普通攻击，二技能就啊！普通攻击，一手大招，那不是瞬间秒杀吗？谁敢挡我呀？拿下！再次拿下！这就是广暴芈月，自爆一路教学，异常的凶猛。又要准备上两颗星了，又是金牌法师，好看，好好学。